老上海，老味道，传统手艺人坚持美食原汁原味。限量这一定要新鲜，带一点五花，没有五花了也不行。弄堂小吃味道不变，独门秘诀，多一分钟炉下烘烤，葱油饼更酥脆。老东西不能改，也感觉你走味了。手工点心揉出最服气夫人套点，我们就几种皮，你现心可以千变万化，保持传统，独特甜味再创新，梨膏糖一泡就能变花茶，时尚魔都实在正宗，未来娱乐台，上海的味道。